行啊，这新英雄也是出来了，那咱们必须得玩一把。告诉队友，这把我带飞，我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拿到了，兄弟们，那还说啥呢？直接起飞，三指一拉，看到一诺丹，直接一技能一开上去刮，直接刮他，二技能退一下，直接刮刮刮刮刮刮，好，直接拿下双杀。你这个张飞不用管，咱们的目标是后排，哎，感觉。大刀一开，我死不了。二技能继续一开，呱呱呱呱，一技能呱，继续呱，呱呱呱。你看我这伤害，打张飞就知道了，我这伤害有多高啊！那老布哥直接跳大了呀，那咱们也不能落后啊，直接二技能一开，一技能一开，大招再一开，继续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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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单杀。啊，老布又跳大了，那咱们还是一样，直接上去给他们来一套刮痧小套餐。那看我这伤害就知道有多高。那这塔能越吗？好的，那我直接顶着塔给他们来一套刮痧小套餐。看我这伤害就知道了，我的伤害有多高啊？打我根本就不疼，我打他们那就是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这英雄伤害太高了，好玩爱玩，下次再也不会玩。